大家好，我是高金素梅，很高兴在这里，我要跟中立的乡亲推荐今年市议员参选人毛嘉庆。嘉庆是我在进立法院的时候就认识的非常优秀的记者，从二十郎当岁一直到现在，我看见他的成熟还有努力，他对政治的专业展现在公共议题的亲自参与。毛嘉庆他能够在专栏写文章，也可以在街头仗义直言，素梅真的非常诚心的推荐他，也是与我们并肩作战为下一代找幸福的好议员。11月26号，请中立的好朋友们，我们用选票把毛嘉庆送进桃园市议会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毛起来拼。素梅在这里感谢您。大家好，我是毛嘉庆，感谢有你们的支持与鼓励，我们一直走到现在。今年毛嘉庆要参选桃园市议员，我们在中立兢兢业业，我们非常努力，而且我们现在开通了政治现金专户，这是小毛这辈子第一次参加地区选举而开的个人政治现金专户，需要各位大大慷慨解囊，热情支持，100块不嫌少。我们的小额捐款一定会把钱花在刀口上，而且我们拒绝所有的浪费铺张，我们要合众人之力，成众人之事。路很长，一起走，感谢您。